曾经开示过无色界天是一个特区，无色界天的人的境界就算相当于半个菩萨了，可以经常去参加菩萨开的法会，所以无色界天的天人修出六道也比较容易。那同修请问，是不是那里的天人身口意的造的新业很少了，只是还有待完善，就消一些旧业，然后参加天上的法会开悟了，等到他没有身口意没有新业的时候，就可以超出六道了？对呀、啊，无色界天已经最接近天上了。我问无色界天的天人和那个菩萨道还差在哪儿呢？无色界天实际上还没有彻底脱离六道呀。就是差在哪儿不能脱离六道呢？它是意识上面呀，它还没有完全就是超脱。因为无色界天的人，他寿命到了之后啊，会吃掉一些功德的，明白了吗？他因为在天上这个位置，他要么不修上去，他不修上去，他还会掉下来，掉下来可能还会堕落三途啊。为什么无色界天的人到这么高啊，而且修这么好？实际上他就是意识当中的经常的犯的不好的业，然后呢，他有就是功高我慢啦，绑佛啦，也就是说自己搞一套啦。实际上已经到了这个思维上的和精神上的境界，他才会从上面掉下来。你听得懂吗？就是说很多修行修得好的人，他才会讲佛法讲得歪掉。如果你修行修得还不够好，他也没有资格去讲佛法。你听得懂吗？那就是已经到了无色界天的话，他对佛法的理解有时候还是有偏差的。不是还是有，肯定啊，很多都偏差的啊，他见闻觉知啊都不对啊，烦恼虽然是断尽了，他觉得他自己证入了涅槃了，实际上他是偏的涅槃，你听得懂吗？之前他师父开示过有一些见解，比方说不正见和邪见，是不是修为越高的时候，他这些不正见和邪见反而显示出来的越厉害呢？对了，我举个简单例子，科学家才会讲出来伪科学和正科学。如果你一个人连文化水平都没有，你哪来的科学啊？你讲给我听啊。那个就是双刃剑嘛，有时候知道的越多反而不一定是越好的。对呀、啊、完全正确啊。我问你，做官做官好不啦？蛮好。你犯了错误了呢，直接进监狱了。就是、潜在的那个危险也很多。对了对了，所以越修得高越要如履薄冰，身口意要好好的把它要管住，而且呢要自己心中要真的无余涅槃，明白了吗？无余涅槃呐、啊，是真涅槃呐、啊，是很干净的，啊，不能有一点点邪思邪念的偏见呐、啊。你在这个无色界天才能站得住脚啊。其实讲句简单的话，你要是真的想做博士的话，那你一定要考出真水平出来。大学里要准备去考博士的话，你没有真水平，你很快就掉入到下面去了。听不懂啊？我明白。